你看我的头，你看我的头，哎，很灵敏吗？必须终止哦。我们今天来玩《玩具总动员》的 EXE 版本。那么现在呢，它的快死界面就是这么诡异的。Woody here come from? Why? What? Woody 怎么了 ？Woody? Woody 消失了、这是男主人吗？这是 Woody 的那个女朋友还是男主人啊？应该是 Woody 的女朋友吧。OK， 我们要怎么开始呢？胡迪想要玩，很好，我也想要玩，来，我们一起玩吧。我们是一只恐龙，我们是一只恐龙，哎，这只龙叫是什么？暴暴龙哦，是吗？这个 Rex， 哇哦，这个游戏最强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啊！跟你们说，这不是一只暴龙，这是一只魔兽吧？这我手抽筋，不能弯啊，不能转弯啊，我的手只能直直的伸。啊，你逃脱不了了，哎。胡迪，往后走，往后走。胡迪，为什么有一个男生的娇喘声在那边？啊！三眼怪 ，Oh my god！ 哦，我头爆开了。八十光年是敌人吗？感觉是八十光年诶。哦，我是这个大眼睛的这个叫做什么啊？这个弹头先生吗？这个他走路，哦，他走路超级摇摆的，摇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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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摇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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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等，有人在说话了，他又要射我的头了吗？啊，不对啊，我的头跟我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呢。这是谁？八十光年，八十光年啊！啊，胡迪，哇、啊！来吧，你还要再尝试吗？这是谁啊？这我还真的没印象，这是谁啊？大力士先生，哇，这边有难度了。喂，这些玩具又可以跳好高，他们很轻哎。哇！他赢了！你赢了八十光年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！什么声音？那是什么声音？谁在维修东西？该不会是小主人在维修？不是八十光年啊，那个胡迪啊 ！Oh my god！ 要下去吗？好，下去。然后现在还要跳一个框框出来，别担心，我不会忘记你的 ，Forest 林。很好，还好没声音，不然吓死我了。所以是胡迪跟他女友咯，那个女的叫什么啊？我现在眼睛好痛哦，这样一直看着的话。你创造了这条道路，但是你不会再前进了、过了不久，我将围绕着你。森林，为什么你要继续尝试呢？这样只是会得到一个坏结局，来迎接你。哎，怎么没声音了？是我的问题吗？我受够了跟你玩，现在我要毁灭你。但是我最后给你一个优惠，你要加入我吗？哎，我现在可以选择要不要加入他。哎，好啊，我加入他，好啊，加入胡迪也没什么不好的啊。对啊，加入我们一起毁灭其他的玩具。好啊。Goodbye, Rocky。哎，耶！看来你的所有朋友都死的呢。现在越来越有趣了哦。哇、Game over， 不明所以然呢。哎、欸，我们选择不要加入他，看一下会怎样。快点跑啊！你在干嘛？玩具最好有血迹可以喷出来的啦。我现在也想到这个问题呢。OK， 我们现在选择不要加入他，看你能怎样。好吧，你既然不加入我，我就毁灭你吧。你觉得你能打倒我吗？谁到底是谁在对话？没写谁在对话呢？哇哦！哇哦！在攻击他，在攻击他喂！哦，我可以自己行动。哎呦呦！哎呦，天打雷劈，天打雷啊！所以我们可以打倒他哦！哦，我再尝试多一次，我一定要打倒你！我是一颗鸡蛋，救命哦！我是一颗鸡蛋，为什么你不会被火烧，火在那边呢？哇！下来吧，你的身体有种下来吧！你身体一下，我就要攻击他！攻击！攻击 ！Very 棒！最棒的游戏了！吓死我了！非常厉害的这款游戏居然可以出到二代三代啊，是不是很强呢？ Toy Story 2 玩具总动员2居然可以出到2呢。 What? Hey guys! Hello Rocky, how are you? Woody 呢，好像是他也许现在该回来了。我感到有点奇怪，什么事情啊？不是，他名字是 BUZZ， 所以是不是感觉很邪恶？不可能。哦， Woody！Oh my god！ 你是玩具原本就可以做这种事情吧？
卧底回来了 ，Oh my god！ 还要再次统治房间，我必须离开这里以避免坏事发生。OK， 使用推推技能，推推技能，哦，推推推 ，push！ 哦，这空气好重啊！啊！哦！哦！哦！ Oh my god！ OK， 射 ，OK， 射激光 ，OK， 射激光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！快走，快走！哇 ，Rex， 跟着你 ，OK。等等 ，Rex， 你是怎么还活着的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怎么击败他？喵喵喵！哇，喵喵喵！不能，Rex，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这个地方将成为你的牧场，哦，将成为你的坟墓，然后我会把你放进去。要杀我的人自己死掉了，这样是 OK 的吗？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哇！射射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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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根本没这么快，我的线，哦哦，溺死了，本剧溺死了 ，OK， 是时候去烤那只猪了。啊，不对啊，我是溺死的呢。猪猪能干嘛？猪猪 ，OK， 猪猪什么都干不了。哦，猪猪可以飞很高呢，飞啊，哈哈，猪猪可以飞超高哎，哇，猪猪怎么跳这么高啊？哇，猪猪难道是跑酷高手吗？喂，你好啊，胡迪。哦，你的鼻子好强哦，你把胡迪给吸进去了呢，从屁股排出来吧。喂，你失败了，你没说啊，奇怪。Game over， 一个裂半，一个被侦察。我怎么知道你要给点提示就要往下走啊？你看我的头，你看我的头，哎，很灵敏吗？比你中指哦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可以推东西，赶快，赶快，不要死，这一次不要死，活下去，活下去好吗？兄弟，活下去，兄弟。空中死刑，你太快了啦，根本不可能啊。OK， 我们待会躲在角落呢，然后一直往同一个地方射就好了。哟，我赢了 ！Oh my god， 我把恐龙打死了，猪猪把它吸走。啊，好吸，好吸啊！高速跌落应该不会死吧？我来到最底了，然后呢？哎，你又逃走了，你又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了。快点决斗，不要说废话了。哇！要射中一下，射中一下！哇！骗人吧，这什么鬼东西？你在玩什么？你以为你在玩什么？你把这当什么游戏了？最好了。你不要当作我没看过你的玩，你别以为我没看过你的戏哦。这猪是能干嘛啊？猪，攻击啊！啊，我不知道猪是能干嘛啊？猪，那猪应该比那个八十光年还强吧？哇！你失败了。这也太难了吧，小猪根本没屁用啊，小猪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实况呢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为什么第一个那个从时间上来算看根本不可能啊，要推东西那个时间还要跳过那个时间，哦，根本不合逻辑啊。希望的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有什么想要推荐我玩的 EXE 呢，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